一搭项链换，请我领泪伞弄看，农村事情来播报，请我给恁闹一闹。如今小麦都收割，到处都是收买车，到处都是收割机，不用费工和费力。小麦收割归粮仓，手里有粮心不慌，从河北到河南、安徽、湖北都在串，一年囤粮都不卖，担心来年收成坏。2020不寻常，农民开始囤口粮，囤积粮食都不卖，几十年前是常态。因为物资很匮乏，家里无粮饿掉牙，随着生活的富裕，囤粮的事无人提。百年不遇变个年，担心以后日子难，家家囤粮都不卖，未雨绸缪最实在。担心粮食会短缺，也因粮价往下跌，不如存在家里面，保证全家人吃饭。百姓收入都削减，出现担心也难免，过分担心是多余，粮荒只说无根据。新麦产量很稳定，储存充足都够用，我说这话恁不信，咱们接着来讨论。今年庄稼有影响，影响范围并不广，考虑存粮没必要，不如正常的卖掉。种种迹象来表明，各地都是好收成，小麦颗粒都饱满，不会大幅的减产。因为产量非常大，价格不会大变化，不会挨饿和人饥，没有必要去囤积，不会出现饿断肠，没有必要去囤粮，囤粮不卖不可取，这事虽然不利己。部分地区的减产影响并不很明显，粮食产量很稳定，囤积粮食有何用？有减产有增产，干啥都要担风险，有增有减很正常，不要担心没有粮，不要简单来对比，综合考量没问题。粮食供应很充足，存粮不卖必定输，稳定价格已形成，大涨基本不可能。一厢情愿去囤积，市场规则来背离，市场规则不遵循，吃亏都是这些人。粮食不可能断供，囤积粮食有何用？不要人云亦 云，盲目跟风人一群，有关部门会监管，不会任其去发展，囤积粮食搞投机，违背市场的规律，那个的规律。白玉米去脱离，人工的成本没话题，这样算来又算去，一季的功夫背进去呀，种上四亩大玉米，卖不到一个苹果期，一亩玉米的收成不够感冒打针用，农民播种下希望，收获一地的凄凉。